看到哎呦，瓜哥够意思，瓜哥很够意思哦，个十百千万，个十百千万，十万，十万以内，十万以内了。但我们今天就花费蛮高的，基本上算打平，小赚一点了。然后感谢我所有的好朋友。徐乃麟看到李金步吓到，曝光胡瓜红包价码真够意思。 超越鲍小孩的，小孩子哭闹，只要我一抱就不哭不闹，我屡试不爽。奶哥的父爱众所皆知，日前才为长子徐新阳的事迹婚礼斥资高达300万，想必奶哥的朋友也是出手阔绰吧？你说我的朋友里面啊，我讲你也不认识啊。但我们今天的花费蛮高的，基本上算打平，小赚一点了。然后感谢我所有的好朋友，办婚礼不是为了赚钱啊。 那办婚礼当然能够宾主尽欢嘛。我一看到，哎呦，瓜哥够意思，瓜哥很够意思哦，个十百千万，个十百千万，十万，都给儿子了，我们不要再去跟他们抢这些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年轻人很辛苦，我们。 能够减少他们一点负担，减少一点负担吧。因为现在真的缺工啦，找不到人，真的找不到人。我们其实最后一个百货公司还是不舍得我们走。陶晶莹才因为缺工问题，品牌被迫撤柜。乃哥砸400万重金投资在老婆的面包店，也遇到同样的问题。现在不止我们，我们所有朋友，只要做生意的都有缺工的问题，很难找。我想光是我们面包店，我们门市都很难找，可能就做几天就不做的。昨天录影跟莎莎嘛，她不是之前开一个。 咖啡店吗？他说他有四个员工同时离职，因为四个感情太好了，说四个感情要一起走。现在年轻人他们想法，我觉得不太一样了。以前我们都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啊，环境也不错，啊，待遇还可以的，在家先做一段时间，拍了快一年了，大概来来去就5、6个。因为我们门市也不大，我们工作也很单纯啊，待遇也不错啊。问题就是。 年轻人他们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想法，我觉得待遇都不是问题，甚至我们跟师傅还有分润制，如果营业额达到某种程度，我们都更愿意跟烘焙师傅做分润。那问题说你不是分润，提高待遇就留得住人了、啊，也是为这很伤脑筋啊，要不断的找人，不断的上网去什么人力银行去找人。我不做生意了啦，我生意让我老婆做就好。